压多高。嘿、hey!他感觉只压到柱子那边，压雪只压到柱子那边。什么？柱子以上的话，就是陷入雪堆中的走法了。那就要你每踩一下就要陷进去的那个走法，右脚每一只脚都要踩前脚的脚印。几点？那个你要沿着这个上去呢。我滑到这边来看，右边没东西了，右边是草，所以你要沿着这个雪痕爬上去。30公分要怎么爬呢？跟膝盖一样深。干嘛？要干嘛？